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聘临天下人元神提瓦特异化 10.2 以更活动攻略拍照留印元神 5.0。那这个视频是提瓦特异化活动的第五关。这关要拿一个使用双手剑的角色，或是我们主角，在游戏时间下午5点至7点之间，在指定范围内进行拍摄。这关的拍摄地点，我们就传送到女士周本上面的传送点，从那里过去。传过来了之后，拍摄地点就在我们左侧。我们现在去跟万叶对话。这些出来的对话选项，我们随便选就可以了。姿势我们也是随便选。选完了就点击开始留影。这里我们要拿出来一个使用双手剑的角色，或是我们主角。我们来筛选一下。接着再来调一下游戏时间到下午的5点至7点之间。好了，这样这关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